花呀，OK，good，还有没有？简单了。五。
你 Elvin， 帮我找，你好在哪里？找到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早上好，早晨来的时候说你好在哪一个？是这个吗？这里。是这个吗？招一招，招一招。你好，你好在哪里？嘿。找到了。让他自己找啊，动动小脑筋，动动小脑袋，找到了，动动小脑袋。你好，你好，这是什么？你好。是什么？你好。是什么？你好。你好，好棒啊！我们甜甜一册里面有很多小朋友，对不对？那小朋友有没有都好棒？
什么？万圣节。看到南瓜就让你想起了万圣节。现在很快，月，拉着你，月，饿了，饿了，这个是饿了还是饥饿？饥饿。对对，饥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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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月。加油。月。加油。大姐一起说，快点。文字。文字还是蚊子？文字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他原本没有捡到这只兔子的时候，他是干嘛的？种田。对，他是种田的。那种田的人应该是干什么？种地。种地。对，他应该每天都是在田地里的，对不对？那么，因为他捡到了这只兔子之后，他就不再想去种地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他不想种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因为他觉得他每天捡到的。对，他感觉是什么？不需要做任何。他感觉他每天只要靠在那个树桩上乘凉，对不对？只要坐在那里天天发呆，他就可以捡到这只兔子。那他为什么还要辛勤劳动？偶然和必然，对不对？偶然和必然的关系。偶然，这件事情不会每天都发生的。如果每天都发生的，那是什么？必然。就是说它一定会发生。可是偶然的事情，你怎么知道它一定会发生？我们谁都不知道，它发生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它会发生，对不对？发生了。对，所以啊，它现在它肯定再也捡不到这只兔子了，这只是偶然发生的呀。但是它还是在那边每一天都在等。有没有看到最后我们文章上讲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再也没有野兔来过，它的田里也已经完了。守株待兔。古时候有个种田人，不知怎么搞的，他一头撞在田边的树上跑过去，没花一点力气，把捡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野兔。天天过去了，再也没有野兔来过，他的田里已经长满了野草，庄稼也全完了。非常的好，我们看第二段，他说。看到没有？第二句，第二行，第二句，他乐滋滋地走回家去。我们刚才说乐滋滋，我们还可以用什么词语代替？喜滋滋，美滋滋。美滋滋，对不对？很好，非常的好。介绍大姐。好棒！然后还有呢？哎，你把你的词拿出来。没有。没有再见。很棒。啊。勇敢的。好棒 ，Adam 说勇敢在前，那还有呢？兴趣。耶！好棒，那下一个。点儿，应该是读成点连在一起。点连在一起。下不要把它分开。是下会儿。点我一会儿，把这个合在一起读。像我一会儿。好，除了这个还有什么？一会儿，是不是？从小鸡，哦，不是小鸟。
你们两个要表演更精彩，一开始就可以想象，就是平时你们怎么上，就是怎么上这个动物园，就现在就可以这样做。好，开始。爷爷，我想去动物园看猴子表演。好的，爷爷带你，去动物园吧。爷爷真好，谢谢爷爷。不客气，替我们赶紧出发吧。人真多啊，猴山在哪儿呢？在那儿，我们走过去吧。爷爷，我看见猴子正在表演呢。我们正好赶上了。猴子正聪明，会算数，会骑自行车，还会各种各样的表演呢。我太喜欢他们了。那爷爷常常带你去公园吧。谢谢爷爷。好了，你袋子都下少了。相当于刚才你们看自己也一样。那如果是你上来表演的话，你觉得哪些地方还需要改进呢？那就是以刚才 Tracy 和王凤祥的表演为例，他们两个你会感觉到 Tracy 表演有什么优点，那王凤祥呢，他的表演呢也不错，就还有什么地方你感觉到需要注意的呢？表情声音我们先不管了，有什么呢？动作啊，动作就是不太自然。还有一个什么动作？走啊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谁注意到了？走路。王凤祥手一直小插兜，在这个位置上，拧他的衣服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王凤祥你自己说一下。太紧张了，对不对啊？是，其实刚才平时那个艾瑞克表演的也非常的好。那刚才你们上来的时候呢，就是有点紧张，包括沙润之后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上学期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很自然，那么这个学期呢也是一样的，就是平时呢通过这些小故事，把你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对话呢跟书上的这个结合起来。好了，那我们把书翻开。好了，你来读。艾琳。草原。对。微风。微风。画着读给他听。微风。微风。微风。对。蚕豆。水龙豆大声点读。蚕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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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。菜花。菜花。现在是他读，不是你读。麦苗。对。钻出。是钻出吗？水来补充。你来，探出，探出，滚，竹笋，竹笋，竹笋，滚，我们再继续，耶 ，15 minutes of game， 滚，我们再来。谁来大声点？桃花。我们再来，继续看书，我们电脑啊，再来，春天。
说一个句子，你说。我喜欢春天的时候。你喜欢什么？春天。春天的时候，你喜欢春天的季节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喜欢春天的季节？你能说一说吗？漂亮，很漂亮。春天的景色很漂亮。很热。很，春天很热吗？不是。怎么样？冷。应该是说春天。这么温暖。正常的话，春天是很温暖的，但是在我们美国，春天还是有点什么，有点冷，是不是？ Okay. 春天虽然呢有点冷，但是小草呢还是冒出它们的嫩嫩的芽来，是不是？很漂亮，桃花也开了。再来，吹动，吹动，什么在吹动？风。微风在吹动，是不是？微风吹。再来，草原。我们快一点好不好？这一次我们快点。微风。1 2 3什么面条面条